艰辛乘风，天下永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回顾先知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将，甲午千秋，双十，恭祝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佛诞法会，谢天恩的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及坛城上所有列祖列宗，三界万灵，我们当下维新圣教法师讲师及各位贤士同修代表众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无等伦，百好婉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也无边，四十八大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这是佛的形与相。表面看起来无形无相，但是当你们我们念这个战佛记的时候，你当下会影响你的念，净化我们的思想，然后回向供养给我们的列祖列宗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地狱界的诸灵们，这个也是一个修行的啊境界。所以宗教的修行是天地无我，没有这个假的我，而有所有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大众以我们融合为一啊。融合为一的法相是怎么样？就是慈悲的法相。所以安心真经是在开示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大雄宝殿中央坐的阿弥陀佛，左边坐的王禅老祖，右边坐的观世音菩萨。那么有人进到仙佛寺来啊，就他道家的修行的，他就到旁边去拜
王禅老祖。啊，你净土宗了，只有拜中间的阿弥陀佛。啊，或是拜右手的观世音菩萨，他的法相圣相。啊，就可以看出人的形与相。所以今天王禅老祖啊，才开示了这部呢《安心真经》啊，禅机山上处处禅，所以我们要悟。你要悟，你要修一切法，把心打开来，不要用念头。所以我常常在大雄宝殿看到十方来的信众大德啊，都是用念头来修行，当然也没有罪过啦。所以念头就是有如我们这个念，念就头，就思想念，心就是我们的灵性灵魂，是包容的啊。这个头是念执着，佛的执着就是佛圣智慧着啊，就是心，就只是念。我们念念都是越沉越多的黑暗烦恼，那我们的心智慧佛越来越光明，都希望这是众生会越来越小，全部一片光明。但是世间的人，我们来到世间哦，这用念头思想一直往黑暗里面去钻，把你的思想黑暗贪嗔痴面越扩大，扩大到最后连这个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掉进地狱，就烦恼了世界嘛。所以人啊，身体就是烦恼了世界。而人人有过灵山塔，灵山塔下好修行啊。那么我们相对的，人人有过灵骨塔，灵骨塔下好修行哎。灵骨塔就是我们把光明死掉了，变成黑暗的。啊，这个思想就是灵骨塔，黑暗执着愤怒。所以我一直在要求我们的唯心弟子们，你们要修光明面，不要修黑暗面。修光明面是包容的，黑暗面是执着的。所以学术虽然重要，但是我鼓励大家要往宗教的修行素养做我们的人生座右铭啊，才有我们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学术界的相互诽谤多得不得了。那么宗教的觉悟有开悟者，他绝对是包容，也希望所有的人有烦恼的都
能减少，到最早就是自我成就，光明的天，光明的世界，就是唯心净土，自己心就是一个净土。若是每个人能依到宗教真实意来修行的时候，你就能成为世界和平的灯塔。所以唯心圣教是世界和平的灯塔，唯心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的法宝。所以中华文化道统就是唯心圣教的法源。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唯心圣教的法宝啊，是保家平安、事业顺利的法宝。所以心无形象，很简单。哦，今天若是开始跑3:30，啊，你的脸不会愁眉苦脸才怪。每天在过着，很怕明天的到来。我有经验，我相信各位都有经验。这即是人世间呢，这就是心的形象嘛。所以心无形象，举止即是心无形象，烦恼就是就心的形象嘛。啊，心无形象，欢乐见之，你欢喜心来看世间，你的心的形象就可以看出来。那么各位同修们，你们当下你们可以来看看自己的心象，把你的嘴巴翘起来，嘴巴翘起来呢，你心脏一面是光明的，你笑一笑，心脏是光明的。若是你吹干，就是啊，我是很有威严的人哦，结果这一块自己拿一块黑布看表了呀，这就是形象嘛。啊，所以我们来到世间有形的身体，要见到自己的形象，镜子拿起来，你想到今天早上每一件事情用光明面欢喜受，最起码我今天还有呼吸了啦，你要笑，今天你现在笑起来，心脏里面你压着就会很快乐。有这心的形象表现在这里，若是就好人欠你几十万几十千万，欠你几十人，你这种可怜自己就创造一个黑暗的地狱，鬼在不堪呢，能够见性我就不相信。所以早上起来，同学们拿着镜子，我要坐电梯出来，我先看看今天上的自己的表情啊，你在哎高兴了笑起来，嘿，你早上今天你一件好运了、啊、你要说嘿，我跟你说今天你跟你的朋友们啊试看看，今天晚上开始若是能坐电梯了进门板着一个脸回去夫妻不吵架我才怪，孩子才问爸爸你做妈妈怎么这样。所以这新的形象嘛，随时表现在我们的五官里面啊，所以快快乐乐还是要过，苦苦恼恼还是要面对，
与其这样，你不如吹个翘翘起来，啊，所以画佛像都翘起来，即使张牙咧齿，他也翘起来。那这外表不好看，心是慈悲的啦。所以我们这里有一尊，背后有一尊不动明王，你这样看得很难看，你看他的心，啊，他的。你只张眼练习起来怒目金刚，但是他的心是光明的，你越看花钱越可爱，你跟他笑一笑了，你就快乐了啦。所以世间的一切事 你们要注意。那么我们拜神拜佛也拜贵啊，拜狼，哦，那拜狼花花衣香拿着就欢喜去呗。我还有一口气见到佛像，见到菩萨像，你爱欢喜了。妈的，哦哟 ，QQ 六六了，我也要修哎。那样你真的是倒霉相。这都从心经验过来的，叫做心呐，不是心脏呐。经验的累积都叫是心，你累积了越多的欢喜的事情，我相信你们的心啊越光明啊。禅机山维新圣教啊，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心无形象还若见之嘛，刚才你们的笑声就看到心的形象了啊。心无形象执着即是，啊，所以刚才要各位休息五分钟去尿尿，不然呢你们憋着尿呢愁眠苦眠，哦，不会这样我才怪。我再重复一遍啊，以前我在南天义工队的时候，我们一位相声的演相相声的黄晓东的孙伯坚是我们同事嘛，啊，那就出了一个对联，厕所呢进门来愁眉苦脸呐，尿急啊，愁眉苦脸，啊，出门来展脸舒眉啊，吹个翘起来，目睭展脸舒眉，那就新的形象嘛。所以这句话，我写在我们先佛寺。这一个厕所那里不知道被谁把我拆走了，哈哈哈，你们哈哈一笑，心的形象的欢乐见之嘛。你悟了你就快快乐乐嘛，你不悟就晚上得到小灯火，你一直在找一直在找，哎呦紧紧张张的啦。所以济公活佛给我们的开示嘛，啊，要不要修行？你要悟，不悟犹如夜夺灯，不悟犹如夜夺灯。你不悟。好像晚上你得到一个灯，你看到这个灯快没有火了，你开始烦恼就来了，自己的形象就变掉了嘛。啊，回想到我小时候，国民小学五年级、六年级在补习，我们在南投中寮八仙村仙路巷。集集三下，我的家在那里。我们整个村的补习的有七八位，补到最后只剩我一位。晚上回来，那时候没有手电筒，都用了油管、电工啊的灯，要经过坟墓的地方。啊，坟墓的地方呢，路上走，突然间路上面。掉了一个人，
要在半空中，左边都是坟墓，那说一喊也喊不动，而且也没有人来，后一阵子就烦恼啊，好烦恼，灯又快没有了，所以我干脆拿石头起来把它丢它，哎，又丢了很准，啪起，原来是香蕉，香蕉白天没有包，晚上就包了一个像人吊在那半空中。那时候我就悟到，哎呀，晚上这个灯很快熄掉了，我们的人生生命就这样了。哎呦，现在我72岁了啦，还有多少可以活？哦，所以想起来也不准的。啊，有人说，哎呀，师父啊，你要活120岁哎，不然这么多怎么办？我现在118岁了呢，啊，那只有2年哦。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悟，欢喜来接受。啊，所以要悟，你悟哎，就光明天了嘛。啊，所以心无形象，无执着即是；心无形象，放下即是。要放下。你恨一个人，还是没有解决事情；怨一个人，也没有解决这个事，你的问题。所以恨一个人，咬牙切齿；怨一个人，咬牙切齿。不如我们去爱众生吧。我们本来面目，如来一心，就是大爱嘛。如来一心是什么？天心包容，包括地球全部都在我们心中。地球上你恨的人也在我们心中一个小尘埃呀，那你还在恨什么？所以心无形象，静止处也。你要找到心，不要被烦恼把你执着了，你就是要有智慧。好啦，事故心形无影无踪，心的形状说也说不来，抓也抓不到，只有自己去体会。无影无踪啊，无形无相，无始无终，无臭无味，无来无去，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所以你把这个心，这些真言，你要的，把它放在脑海，放在心灵，那的话，你马上时时刻刻可以见到你的真心，以你的真心回向给列祖列宗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即是功德天。然后再念一次阿弥陀佛，功德无量啊！祝福各位。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甲午千秋，双十，恭祝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圣诞。法会坛上的列祖列宗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及在座各位法师讲师贤士同修们，阿弥陀佛。啊，人生六十不知休，等待何时再来游。人从20岁开始思想成熟，到80岁之间，
若是没有开悟，没有觉悟，即使活到100岁、200岁，还是烦烦恼恼啊。记得我在台中那时候74年的时候，有位阿婆93岁了，从园林啊坐公路局到台中，然后坐坐公车到5前5街。问到阿婆，谁跟你来啊？看他的写的就93岁嘛，看他又那么年轻，阿婆你真假的？他拿身份证和身份证给我看，他跟我说他93岁没有错，没有跟你来了，儿子女儿媳妇全部都死掉了啦，西瓜死翘翘了，孙儿呢，孙嘛死掉了啦，只剩他一个，那么你这个日子怎么过？有啦，我眼里有一块地，差不多2分地，每天都在那边种菜，种硬菜，拿去卖，送给人家吃。他尤其我最喜欢吃空心菜啊，我空心菜一吃嘞，心情心凉鼻头灰啦，哎呦，所以阿婆啊，他少年老师啊，我特别要来找你啦，我是找我做什么啦？你帮我卜卦卜看看啊，我为什么孩子孙子都死翘翘死光光？我说你长寿嘛，那长寿干什么？哎，说的有道理啊，修行嘛。我比较希望我看你念阿弥陀佛四十年啦。我看你贪财、口臭、慢财、恶水、浇水都在念阿弥陀佛的，我就对了啦，阿婆啊，谢谢你，今天是来度我。讲你不是讲，你是念阿弥陀佛把命救回来哦？我是啊。所以我听到人家说念阿弥陀佛，一直一心念佛的，会很长寿哎。我嘛唔知，我会当做就做，会当食就食。阿婆就出去了，也没有讲什么。我奇怪说阿婆，我出去看，走廊都没有看到人。那时候我就身子毛毛嘛，我想奇怪，干嘛拄了鬼？白天鬼不会来啊，不敢来啊，因为讲说他说在阿弥陀佛的呀。所以我就打电话请示谢妈妈，谢妈妈她知道我会打电话给她，她我在等你的电话哎，我说怎么等我电话，有什么事吗？今天有菩萨会到你家去哎，有什么菩萨呢？不是一个老老的有去你家吗？那我在5前5街嘛。啊，有啊，那就对了，电话给他挂掉呀。那时候没有什么修行，看来要丢零枪、蹦枪、挂呀啦。那时候我心里就毛毛了，我就请示老祖，我用卜卦了，请示这一位是神还是鬼化身，接着挂出来了，观鬼爻。连月日包括死都忘得不得了啊，一定是死的啦。所以我又打电话给谢妈妈了，谢妈妈她有神通啊，我丢下去查了啦，是菩萨哦，我是啦，贵族王的呢，贵王都是神啦、啊，
所以我就用意啊。当我们用意在占卦的时候，知身边一切发生的事嘛，啊，所以凡事官鬼爻旺得不得了的，都是神。空破木劫修求就是鬼啊啦，啊，你知无？知哦，哦，要会用啊，所以这个都是你悟了，新的形象就出来了。经验的累积到现在来，我一直告诉各位同学们，用意问鬼神啊，观鬼啊，望相的都是神，不是鬼，你放心好了。所以都是新的形象的视线呢，所以我们要修一切法啦，啊，不要那么狭隘啊，所以是安祖灵的法宝，唯心圣教安心真经是安祖灵的法宝。安祖灵法宝怎么安？念佛嘛，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是安祖灵的最好方法。啊，除此在家里有欢喜心，啊，不要随意跟人过意不去啊。若说我们家里在呼吸，常常都用恶劣的形象来相向，我告诉各位，你家有堂上祖先或者过去多生的祖先呐、啊，有那个嗔恨心特别重的，他马上就借着你的身体脸相来相向。都是子女，哎，一家乱糟糟，家里就越乱。所以家和万事兴，祖灵所要的是什么？我们都来到世间，所要的是真理、修行的法门、安心的法门。所以我们时时刻刻用阿弥陀佛。在1974年的时候，啊，一位太太，她的先生很凶，还没结婚以前好得不得了，结婚以后孩子生了，凶得很，啊，都会打太太。她问了怎么办呢？我很简单嘛，认真念阿弥陀佛嘛。他要打你的时候，阿弥陀佛救我嘛。啊，你都拜什么神？我都拜观圣帝君啊。那也好啊，你念观圣帝君救我啊。那一天回去了，他先生又很凶，要打他。他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救我，阿弥陀佛，西方那么远，要再买回机票来到这边，可能时间来不及了。他就念观圣帝君救我，观圣帝君救我，念三声。他的先生就用自己手指打自己嘴巴，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打到老皮会啊，嘴毛老会出来啊，一直打。一直喊不敢啦、啊、不敢啦、啊、老婆啊，我不敢了啦。啊，那么这位老婆哎、啊、怕他又会在这一直念观圣帝君，一直念一直念，还现在转婚礼啊，婚礼都不念啊，啊，就叫叫呼救护车啊，送到那台中市澄清医院去。啊，醒来之后看到太太就跪着阿弥陀佛，看到太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也跟着念阿弥陀佛了啦。哎，您等你们偶然还注意好好练习念佛，就是他的老公见性起来，龙天护法惩罚他自己。后来醒了，
呼吸好得不得了，原来的本性就见出来了嘛。所以各位同事要会修行啊，在这段时间来，我们30年了，先生喜欢赌博，啊，问了怎么办？哈哈，很简单，老婆要去赌博，你在家里一直练王禅老祖战记四七句，一直练，求老祖保佑他的先生把输去啊，赌输了，啊，输掉，真的我老公都这样呢。好没有面子了，今天都输掉了，手气那么不好，他也不敢讲。等到一段时间，啊，他的老公不赌了，每次手气那么不好，他才偷偷的告诉老公说：“老公啊，我都求王禅老祖了，让你赌输了，把输去啦。”啊，那么他的老公也醒过来了，他说：“我过去真糊涂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修行是安心，是一切法相互的照顾关心。我们同样从空界灵魂界来到世间，驾驭的这个躯壳，驾驭躯壳很容易被你的眼睛有魔、耳朵有魔所感触来，让自己的行为糊涂了。所以安心真经是国泰民安的法宝，家家户户人人能够见到自己的本性，也要如来的性的时候，国就泰，民就安嘛。这个安心法门里面啊，这每一句真言的真实意啊。那我们再看啊，心无形象，举止处也啊，是故心行啊，无影无踪啊，无形无相，无始无终啦，无臭无味，无来无去，无生无灭，无垢无净。我们过去所有一切经过的体验，拿出来也拿不出来。所以达摩大师要禅宗二代祖师神光啊，神光是要达摩跟他安心。达摩大师说：“你把心拿出来，我看。”那一刹那，拿不出来，突然顿悟了，借刀拿起来把手臂砍掉。那是他的形象就顿悟了。顿悟里面有什么禅意的？84000个。解法啊，那再来，无来亦来，无去也去啊，无增无减，无大无小，无贵无贱，无贫无富啊，是故心行变化莫测。我们的心没有贵也没有贱。释迦牟尼佛告诉众生们，世间最富有的人就是心安的人最富有，不是有很多钱的人最富有。我也相信台湾很多企业界赚大钱的人死了抬不出去呀、啊！在那边杠啊，当时我当兵在松山机场前面一个小部队啊，经过有一家宾馆，不是殡仪馆哦，大饭店宾馆，老板死了，那个抬不出去啊，子女告告告告告到法院一直告，死也抬不出去，那的灵会安吗？也不安嘛。所以佛啊告诉我们，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心安的人，该做把它做好，
三餐吃的好坏一回事，但是我们每天为了吃想尽办法啊，不知道怎么办，到哪一家才好。车子开到台中台北市绕了一圈，那也不好，到最后来还是在家里楼下的小面摊一碗阳春面吃了，好舒服哦。禅机山为我们每天为了吃想尽办法啊，不知道怎么办，到哪一家才好。车子开到台中台北市绕了一圈，那也不好，到最后来还是在家里楼下的小面摊一碗阳春面吃了，好舒服哦。所以心安最重要啦。那我们平常就要养成习惯，这是我们修行嘛。所以心你说有没有来，也没有来，有没有去，也没有去。心是永远存在的，心是累积我们每个人生生世世念念的光明与黑暗的光明面。所以太极这个呢，我们的思想所经历的、经过的、阳的、善面的，你经过一件事情，你就有智慧体验啊，那么就放下了。在第二个念头念念都是一样，所以这个戒疤，我们头上、我们的头顶上戒疤。六个，就六方弥合，六方弥合，再告诉我们的念头，念念就头，所以念你好的，绝对会进入你的第八识田，啊，坏的就过了。今天中午没有吃好饭，没有吃好也过去了，但是你的念头、念思维。就全部都留在我们的每个人念念念每一个念头。所以最近而且我在打坐，奇怪，我的头顶上怎么会有六个戒疤啊？六个戒疤呢，其中有一个在流血，在家里一个流血啊，这下面流血上面发亮，我说到底我的老祖啊，在搞什么名堂啊？难道要我去受戒吗？我这个受戒也不像啊！啊，我最近的头呢，拢几粒几粒呢？嘿，可能被打到满头包啊！打到满头包，凸出来的那一个，凸出来的上面是阳，下面的是阴，所以我们的念念都是有阴有阳。你要把阳的从里面去体验到我们的经验，所以人在世间上来是要来体验，那体验有多少？八万四千个体验啊！所以很多灵魂界的朋友们、菩萨们一直想要到世间上来投胎、来转世。我说投胎转世世间不好玩的，他没有关系，不好玩，天上界没有机会，啊，来到世间界就可以去体验光明面，做的经验，人生的累积嘛，体验。所以在灵魂界，你没有世间的有形的来体验，那就在无形，还是完全空。所以老祖师尊开示我们，
把握当下，把握当下，啊，能够及时做好事就要做好事。那么把握当下，念念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念佛。所以今天我们对于这个双十法会是恭祝阿弥陀佛圣诞，也借着这个一年甲午年平安，今天是我们的10月15日三观大帝的圣诞，就是啊西洋啊耶稣他的圣诞日平安夜，今天是平安日啦，啊，我们也希望我们把所修的一切这些经验体验呢，能够回向啊给我们的列祖列宗，啊，回向给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同参法义，同证菩提呀，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共修谢天恩，谢天恩要将所体验的化为菩提，烦恼化为菩提，过去的烦恼都是经验，过去的烦恼都是我们的体验，我们不要重蹈覆辙，那你的人生就是幸福与光明了啦。所以希望各位十方善诸事，各位同学们都珍惜你当下的每一个人生体验，好，要把它化为光明面，好，所以也是心无来一来，无去一去啊，无增无减，无大无小啊，无贵无贱啊，这个无贫无富，受故心行，就是这么一回事啊，祝福各位。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